峡两岸都很有名的 TY。像什么画面再浮现，是我触碰他们自尊心，次次如剑。我觉得不行。好，如果以我自己来看的话 ，OK， 先发给他好不好？先发给他好不好？我要的是肯定，直接面对的肯定，而不是说这种你说的那种奇奇怪怪的，可以还回去啊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问题要问他。就听说你微博要 diss 我，听说你微博要 diss 我。听说你微博要 diss 我。哎，我没有写 diss 啊。我写的是效果，对。我写的是效果，对。我们在海选的时候，那我记得很清楚嘛，就是我们最后的才给你那个金牌，你可能对这样子的做法可能会有点不太认同。对对对对，如果认同的话，我当下也不会做出那种举动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觉得那个有点尊重了。我其实对于其他这些社交平台那蛮被动的，也是朋友给我看的。我自己是会觉得那个其实无所谓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看实力。我自己做这音乐做这么多年啊，其实每一个饶舌歌手都觉得自己是最厉害，那种王者的姿态。毕竟中国有嘻哈，它是一个比赛，你从选歌开始，你的态度、你的表演，就是跟你一般是另外一回事了。但我可能这轮会唱第一轮的 Acapella 那个段子，如果表现没有失误的话，我的应该还不错。对，所以对自己很有自信。没有没有，如果忘词了我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 OK， 好，没问题，来看你的表现。就像长夜遍地，我早就已经厌烦了他们的建议，但我变成飓风，道路被嫌弃，渺小的他们依然看不见。Yeah， 渺小的纸盆烂在土里面。建议但我变成飓风，道路被嫌弃，渺小的他们依然看不见。Yeah， 渺小的纸盆烂在土里面。Yeah， 渺小的被嘲笑着，我高傲的看着他们。你想一想，什么画面在浮现？是我触碰他们自尊心，次次如剑。别来怀疑我，因为总有一天终会发现那些坏事多愚蠢的错。我的音乐让我用耳朵来听，被我暖了心。但你能凭什么说你没爱过？ Yeah， 是你躲不掉的名字，抹不掉的已经刻在了你脑袋里面。如果表现没有失误的话，我觉得应该还不错。用耳朵来听，被温暖了心的你，能凭什么说你没爱过？这是你躲不掉的名字，抹不掉了，已经刻在了你脑袋里面。坐着后悔自己没有早爱几年。这样子唱法，对，是还蛮平庸的，对，有很多旋律的部分都让人觉得不舒服。他唱的那个说唱跟他的这个音乐
并没有完美的结合在一起，感觉他唱的跟他这个音乐的这个 key 不是在同一个音调上面。他的 tempo 他的有些跑调，但是我希望他是完整的，调一段都是不可以的。他是在圈子里比较知名的，我觉得他可以更好。我觉得他没有太放开，然后他的音乐可能挑的也不是太好。题外我蛮意外的，我问刚刚在看的朋友，他们说是走调了。没有任何失误的情况下刷去的话，对我来说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嘛。我觉得是每个人肯定都会有不服的时候，那你既然不服的话，你就证明你自己。有请下一位。Yo, Rapper China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ats W。你准备好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吧。来吧。I don't need gold chain, cause I got you with respect. What's up? What's up?我很莫名其妙他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举动，我当时也很懵的，我当时不知道他为什么扔链子，你知道吗？抹不掉的名字，抹不掉的已经刻在了你脑袋里面，唯一能不做的就是回家，从小后悔自己没有早爱几年。T1 蛮有竞争力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没有晋级。因为我觉得他没有受到这个节目的尊重。下一位，台湾实力 rapper BCW。我其实有想要帮 T1 做一些事吧。Yo, Rapper China， 大家好，我是 Beats W。OK， 那我就直接说了，直接来，来吧。Whoa， 我天生要吃这行饭，你注定音乐天分让我就是很特别，不需要你几个赞，你努力到半天，我每天洗澡吃饭抽烟，你还是爱我不止一截，我就是那种不用努力就能成功。我受到信仰眷顾，轻易走过成功的门，超过那些黑了，他们让我变得更强，我就是他们制造的 monster， 在梦魇空间 show you respect， beast double 迟早让你跪， the best ever rap me， 气到向后退，害怕遇到还不赶快洗洗睡，看来结局动之前吸在圈内， show you respect， whoa yeah whoa yeah whoa yeah whoa。Hold on. Yo, I don't need gold chain, cause I got you with respect. What's up? What's up? What's up? 临时有想要帮 TY 做一些事吧，就表达一些比较态度的东西在舞台上面。我觉得他很棒，没有套，没有直率啊，只有我们团结在一起才可以把这片天撑破。我的态度就是不屑，那我表达出来了，很酷啊。哎，我兄弟遭你们这种待遇，表达一下我自己的不满怎么了，我很酷啊。我射我觉得蛮酷的，比如说我自己有时候在演唱会唱完最后一句的时候，我也把麦克风丢掉，叫 mic drop， mic drop 就是这个事情结束了，这是个很嘻哈的一种特色文化，所以链子这个其实是某种态度吧。歌整个感觉是不错，而且就是他的 vocal 清楚，然后又不太尖，
我自己是还蛮喜欢的。谢谢。啊，最后还是要捡起来啊。Good job. Hey, bro. Easy. Rap of China.